光穿一只手。哇，欢迎一出现就谋杀了无数的相机胶片。来，我们这边请，来往下请，有请四位，有请四位。其实我们知道 XOM 和我们的音乐风云榜也是渊源甚深啊，我们的 XOM 同样也是在我们的音乐风云榜出道，并且在这里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新人奖项，今天又来到了这里来支持我们的新人盛典。你好，请那边合影留念先。来，我们在这边，我们四位一起合影。XOM 的经典动作 We Are One， 没错，我们的行星范们现在应该是已经在电脑面前哭昏了吧。我们的粉丝真的是非常的爱他们，我觉得每次只要网络直播的时候，所有的粉丝一定会为了他们守护好久。真的，我今天中午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粉丝在门口等着他们了。 好期待等一下的那一场有什么精彩的表演、哎、来，我们这边请四位，这边请，来四位这边请，来我们中间这位是我们的吉祥物峰峰，不用理他，他今天疯了。欢迎欢迎四位到来，谢谢，你好。哎，和我们的这个音乐风云榜也是渊源颇深了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嗯，是的，之前也是在这里获得的奖，今天再次回到了这里有什么感觉？首先真的是特别荣幸，然后也是一直跟音乐风云榜有个特别的就是非常好的就是这种关系，然后每一次都能够来到这边，然后也获得一些很好的荣誉，然后也很照顾我们，所以很开心。对，嗯，哎，之前，对啊，我们应该是 XOM， 应该是六位，其他两位呢？对，今天呢，因为我们XO 里面的四位中国成员、嗯，四位代表过来参加这个颁奖礼，对，哦，对对对，那这样了，还是跟我们的粉丝们，在我们的网上的粉丝先打个招呼。好，没问题，来，一二三 ，We are one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XO。怎么样，帅哥打招呼就是不一样吧？是，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点要晕倒的感觉了，也非常期待四位等一下那一场有什么精彩表演带给我们。谢谢，嗯，谢谢四位，谢谢，来，请和我们的峰峰合一张影，给我们的吉祥物合张影吧。欢迎他。好了，到此为止呢，我们的红毯环节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也非常感谢各位一直守候在电脑之前看到我们的直播。是的，希望等一下